恁这个特征族的，搁开一个开动的啊。会啦，会开。哦，阮台湾的什么族你拢知影？我看这个自由时，本来自由时不该介绍台位啊，无一股真实啊。你唔能看迄报，你看迄报位啊，看迄报到位啊，你会叫偷去啦。是啊，你说唔捌报一摆中国的同事，专门一点仔拍台真是乱本啊，无影无价。你以后看阮这台好，唔能看自由时报啦，哈。哦，阮家讲得真奇怪咧，阮大陆人是咩？你个泉州人，大家讲你说，你这是唔是有知识啊？无知识啊？不来啊？不来啊？那也是做个位啊？好啊，我临工我甲订一张机票，请伊去大陆观光，你甲接待一下啊。大家拢真收听，好代志。来，杨介兄，你好啊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咧想要问我咧即个江电甲即个江石。这产能啊，这江电是不是有够赚啊？较好啊，还是江罗国较好啊？你讲产能哦，江电较好啊，江电会够钱还是啊？是啊，江电会够钱。你是泉州的？我泉州的啊，我是江电。那就大陆叫我伫刷无的江电，那会去点两年的江电呢？啊，无啊多啦，啊好赚啊，内底有人交接嘛，吼、哦，好食、啊。好啊，先赚啊，讲啊。哦，啊，另外一个问题，其实恁做那顿哦，那顿巴西的顿，哎呀，不想要折效啊。啊，都无啊多啊，阮的钱济，那老爸，你唔知阮台湾经济做好呢？哈哈哈哈哈。不要，我两亿块花出去啊，说着搁着搁着搁消费着搁啊，食落要怎啊？这人食落腹肚要怎啊？哎，啊，这就是阮这同盟的空气的，这一挂官员呐，哎，唔嘛，佮食到八肚了咯，啊，不是食到八肚尔，伊即马佮钱也赚呢，因佮内底交接嘞，哦，三啊三十一啊，你分我分你啊，赚偌济咱唔知啊，啊，检察官都袂查咯，哎，啊，你啊佮另外一个大局啊，大局唔是检察的吗？无啊，咱无去做干吗？检察的干国民党嘞，伊无干民进党嘞。啊！我讲民进党啊，你家己诶，家己做菜搁掠菜。哦，无咯，伊咧干国民党咯，国民党无做伊嘛，要搁干国民党咯，得大局为重啦。哦，啊，另外一条当作是，毋是去做朝阳门去做危机诶，早死烟啦，早死抗烟，啊，一条处理啊。诶，毋是早死香烟咯，迄是草莓呢，诶。啊！草莓啦，迄买了过头去啊，毋是早死啦。啊无处理啊！有啦，处理啊，记过一个记过啦，一个记过。哎呀，阿姨说伊咧博士论文三十年，什么要改名？有就三十年吗？为什么无人知咧？无咯，哎呀，好友一定每年都知啦，嘿。有啊，恁这个特征组的，搁开动未啊？会啦，会开。哦，阮台湾的什么组你拢知啊？我那也唔知咧，我对你咧关注你啦。我看这个自由时，本来自由时不该介绍台位啊，无一股真实啊。你唔能看迄报，你看迄报位啊，看迄报到位啊，你会叫偷去啦。是啊，你说唔捌报一摆中国的同事，专门一点仔拍台真是乱本啊，无影无价。你以后看阮这台好，唔通看自由时报啦，哈。哇哇哇！看你做什么？哎呀，看你做什么？你带你做什么？搞你做什么？高铁无！哎呀，七讲八讲，七讲八讲。无高铁无靠背啦，无靠背啦。真阿假呀？是真正是一个一个交通部长，你一个什么？无啦，伊是交通局长啦。交通局长还是他未晓得嘛？我有可能七十八岁啊。哎，马进来，伊在练功话，你就笑笑就好了。无啊，哦，阮家讲得真奇怪咧。阮大陆人是咧，阮个泉州人，大家讲你说，恁这是不是有知识啊？无知识啊？不来啊？不来啊？那也是做个话啊。好啊，我临工我甲订一张机票，请伊去大陆观光，你甲接待一下啊。啊，你啊，欢迎你来泉州啊。好啊，好啊。阮个马祖啊，马祖个顺牛啊。哦。你咧过来，过来看卖啊，真好啊。马祖生甲去吼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捌刷抖音嘛？抖音哦，有啊。
无啊，恁的 TikTok 啊，恁侪人用啊，无人用啊。TikTok 做台湾做侪人用啊 ，TikTok 啊，迄个泉州人做的嘛，哎。啊，你就去宣传啊。啊 ，TikTok 的迄个福建话叫做 TikTok 啊。啊 ，TikTok 啦 ，TikTok 叫 TikTok 嘛，恁 TikTok 人 ，TikTok 人嘛，对，啊 ，TikTok 人啊，只不过人 TikTok 的，啊，对嘛，最后，下话你是最后一个要两间兄，来问题问话车呢。无啊，最后一个，你听我讲，咱两话好啊，做生意好啊，来往，忙竞争。咱两话是安尼，吼，一人一家呆，公马随人猜，和平卖小台，社会来发财，吼。无人笑啊，美国人咧笑咱啊，甲咱无上奖的啊，我讲亚奖的啊，甲咱无上奖的笑咱啊，咱是上岗位上上的啊，那就无没忙上台啊。对啦，咱感谢的，感谢的哈。好，多谢你哦。头毛乌的哈。咱那是啊，目睭乌的，吓，是单位，是组装的哈。嗯，感谢你啊。多谢，泉州啊。转，哦，翻墙过来哈，不容易啊，让他多讲一点啊。民进党吼出来甲侯友宜顶啦吼，讲侯友宜伊倒吼，伫美国安那啊咧恐吓啦，啊讲啥物国际大海上紧张诶，即个美国接受访问即个学者吼，就是亚洲研究中心即个研究员，即个姓孔诶，孔明尚，我当然伊啊个格莱伊。普瑞泽前个 AIT 理事出现，哈、哦，隆重对侯友宜爸爸的肯定讲，哎，伊有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才来，哈、哦。所以今仔自由时报，因爆料，哦，咱爆料的时阵，到民进党的发言人个出来讲，讲了了对，这个孔明尚的伫 Twitter 发表。伊讲我头到尾拢无听到侯友宜讲这话哦，哦，阮对伊的肯定，而且讲台海是世界最紧张，唔是侯友宜讲的，这是迄个《经济学人》英国的《经济学人》的这个周刊报的哦。哦，你看人家哩，人讲个一清二楚。啊，民进党安尼唔知道有要道歉无？哦，唔好安尼啦，恁即马安尼小寡侯友宜小寡要起来啊，恁就安尼咧清楚咧紧张。不必要啊，哦啊，但是呢，那伊好友伊有讲，好友伊老讲，伊那真正讲唔对啦吼，伊嘛讲的嘛不一定对呢，伊会道歉，我那讲唔对，我咪道歉，恁唔是啊，恁是啊硬嘴皮啊，恁无咧回实的啊，啊个白白波白讲你个乌啊，讲唔对就正，正唔对就骂，骂唔对就乱，乱到尾啊，煞，垃圾的恁只。真的肮脏啊！哦，所以实在是对一个千斤重担要担的人啊，吼、哦，